吴磊北京时间1月27日消息，据西班牙媒体《每日体育报》报道，西班牙人确实想签下吴磊，并且已在一月初与其签约，但教练组担心吴磊无法适应西甲的节奏。《每日体育报》指出，不管今晚西班牙人与皇马的比赛情况如何，蓝白军团都已经决定进入冬季转会市场引援，而西班牙人俱乐部已决定引进一名中国球员，俱乐部放出了引进上海上港球员吴磊的消息，目的是为了观察球迷的反应。每日体育报在报道中表示，西班牙人决定在这个冬季转会期签下一名中国球员，而这名球员就是效力于上海上港的吴磊，他已经在一月初与西班牙人签约。每日体育报还称，引进吴磊是一项有风险的体育商业运作，而西班牙人教练组认为吴磊速度等方面的差距恐怕无法适应西甲联赛，西班牙人教练组希望签下实力强大的球员，他们目前看不出吴磊能够在西甲获得出场时间的能力，心体